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频道。今天我们要试驾这辆车呢，就是这辆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Let's go。Before 和这个伊琳小姐姐试驾这个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 之前呢、啊。在这个 Honda 呢，基本上呢，我有体验这个 RS 版本的这个 Honda CD， 它这个 Lane Keep Assisting， 而这个 CV 的话呢，就有这个低速跟车。现在呢，我们要测试的就是这辆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 它的 Auto Parking 功能哦。好了，就我们开始吧 ，Let's go。好了，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这辆第十代 Honda Accord 的 Auto Parking 功能。首先呢，基本上呢，你可以按 Home， 再来 Camera， 可以选择这个 P， 然后基本上这里的那个牙柄的话，要选择到 D 档。然后今天我们选择的是呢屁股镜，然后是右边啊，左边是左边的屁股镜。好，选择这个 start， 这样也可以看到这个蓝格，所以它会自动的驾驶控制。然后它的 brake 的话，基本上你是要得自己的去操控的，它不会 auto 跟 brake。来，现在打 reverse， OK， 可以看到。OK， 好，停，踩 brake， 停。OK， 好，拿去 D 档。OK， 再 Shift R。所以它不像 Must Auto Parking， 像 Must Auto Parking 的话，它会自动给你停。然后 Echo 的话，你得自己去踩这个刹车，所以你要看好这个整个指示。然后才会做到一个很好的 parking， 要不然的话，可能你以为它会自动给你 park 的话，分分钟搞不好你就会撞到前面的车了。So， 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个第十代 Honda Accord 的这个 auto parking 的功能演示啊。好了，现在让我们去试驾这辆 Honda Accord， 和这个伊琳小姐姐试驾看看这辆 Honda Accord 到底给我们怎样的驾驶体验吧。Let's go， 在我身边呢就是伊琳，还有新朋友 Jerry。大家好。大家好，因为 Jerry 第一次上我们的频道，所以可能没有像黑哥这样子啦。黑哥他是比较大胆 ，Jerry 的话就可能第一次尝试体验，因为黑哥有那个经验在做直播 ，Jerry 应该没有经验做直播之类的，没有哈。所以他第一次上这种拍视频啊，所以大家去支持他啦。今天试驾呢，就是一辆比较商务点的车，就是这个 Honda Accord， 可商务又可家用的车啦。空间非常的大，对，我觉得 Accord 最大是什么？就是很大的这个空间。好了，下面来试驾一下这辆第十代版本的这个 Honda Accord， 真是大到摆都摆不完，很长啊，这边是是是，所以基本上这个 Accord， 第十代的 Accord， 我有点不了解为什么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以 Honda Accord SDA 当时其实在马来西亚市面上的路上其实是蛮多的，然后到了这个 TAO 那个也是蛮多的，然后上一代的话就还是挺有能见度，但是到了这个第十代的时候，为什么感觉上好像在这个新山的马路上很少看见，对，很少看见。它的价钱虽然也真的是讲蛮高的，我不觉得是价钱的。我讲了一个问题，你应该会打我啊。我觉得你经理会打我。来，什么问题？黄色 cam。啊？黄色 cam。黄色 cam。黄色 cam 是什么意思？就是后尾的灯呀，像螃蟹的夹。黄色 cam 不是像虾吗？他还是讲螃蟹、哦。我是觉得是像螃蟹 cam 吗、啊？螃蟹不是 CV 吗？这个讲比较像虾。CV 是虾，两条虾面。虾面，然后也是讲。因为马来文是叫 CV 个蛋。但是螃蟹是吗？因为 CV 我们每次讲它像两条虾面嘛，冰城虾面那个 logo 嘛。Accord 我就觉得它就像螃蟹壳哦，你看它螃蟹壳这样子。可是也是漂亮啊。我不懂，见仁见智了。是吧？这句话我不要讲太满，因为等下讲出来，我这个影片就上不了。哎，老板娘，这个影片不行哦。第一点，价钱是一个问题啦，180多是吗？但是我个人觉得 Accord 以这样子一个这样大的空间。表现，然后它的加速其实虽然讲它的那个动力的数据好像是200零几吧，然后比 CV 是多了一点，
可是它的零到一百的话 ，TCP 版本它是 9.1 秒，然后 Civic 的话 ，TCP 版本它是8.2， 所以相差0.9秒。但是大家都是用了 1.5 这个 Turbo 加上这个 CVT 嘛，我个人觉得就可能是因为 Accord 比较重，对，重了大概是100个公斤。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啦，因为 HD 来讲的话 ，Accord 还是偏商务用嘛，商务用来讲要舒适吗？老板才跟你谈热血，老板都不会跟你谈热血的，老板就讲我坐在后要大，要稳定，要舒服，对，要稳定，然后坐老板这样子要稳定要舒服，然后坐在后尾，然后和一个秘书小姐姐坐在一起，然后一直往我一直哈。这个板凳好用，就很好，它的可以 adjust 在，对，它有这个 ball switch， 是叫老板 switch 啊，所以像 Jerry 坐在后尾这样大致的，如果讲今天这个前面的卡住它了，他还是可以调。你看，一直往我讲啊。如果女孩子感冒还是什么生病，带去看医生的话，她只要休息，你可以用这边 adjust 给她躺得比较舒服。OK， 我现在没有生病哦，我很健康。够了啦，讲啊，你看。如果你喜欢前面的小姐姐，就可以这样子。是。可是接下来做什么我就不懂。会不会重打不懂啊？不要讲，这是我教你啊，我没有教过你们这东西啊。所以讲一下，还是可以翘脚比较好。而且还可以翘脚，真的。那天我去排这辆车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翘脚。我想我一个170cm 的人都可以翘脚了，而且他已经超过了185，哈，185还可以翘脚。是不是？体重要讲出来一下。哈哈，不要啊！标准弄到70咯，要给那，没有那谎报路。好啦，300磅了，300磅。OK， 好，我们讲，Jerry 这样壮的人，OK， 都很舒服。对，加上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很不错，就是 auto parking。如果讲今天你买了这辆车，可能你老婆要驾这辆车的时候，她可能copy license啊 ，OK。Parking 不厉害吧？没有啦，不可以这样讲，是因为 Accord 太大量了。OK， 好， Accord 太大量了，车头太长，所以你们不会 Parking 啊。它还有这个 Auto Parking 来帮你们辅助。对。这个基本上好像没有记错，在日系车里面暂时性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个东西。对。我印象中欧洲车都有，欧洲车比较多。对。Toyota、Nissan 暂时性好像还没有这样子的功能，反而在 Accord 上面会有这个功能。我个人觉得，今天老板，即使你请了阿妈，请阿妈会 parking 啊，也可以教你阿妈用这个 auto parking 也是 OK 的。连 parking 车都不会的司机，你请他来干嘛？Accord 的避震系统，驾驶时感觉如何？这辆车它的隔音表现，我真的觉得也是很惊艳的，很近。它的驾的舒服感全部有点像欧洲车那样感觉的，很近。但是你讲加速来讲，它不会，它少了 Civic 那种热血的感觉，是，但是很稳定，很安稳，整个驾驶感很安稳，会，Civic 的那个路感很强，因为如果路面的那个情况呢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可能比较多那种可能路面不平啊的，它会回馈，但是 Accord 在这个减震感做到真的很好，我个人觉得，真的 Accord 真的一个是稳。那么它的加速表现呢？ Jerry 老板，你觉得我这个 Ahmad Ryan 驾驶的 OK 吗？还可以，稳啊，还可以啊。现在我们来教一下速， okay. 这个是普通低档加速。OK， 只是真的没有像 CV 这么暴力的感觉，真的是稳，而且加上它过那些黄色的减速带的时候，它不会讲到好像它的回弹感觉很明显很强，它的减震感，避震的减震感真的做到很不错。 Sport 档加速感觉又如何呢？现在我们是采用了 Sport 档，好，加速啊，是，真的，100，贴背奖哦 ，OK 嘞，它又稳，又给你贴背感觉，
所以讲我觉得 Accord 就是给到买这辆车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可强劲的动力，又有很稳定的这个整个的那个避震。那样的话它的缺点是什么？硬真的要讲这辆车的缺点，我讲 OK， 这辆车很像多优点 OK， 有很好的那个加速表现啊，蛮不错的 OK， 稳定的那个驾驶感啊，真的硬要讲的话就是加钱的那个加钱哦 design 的问题啊，就是你不喜欢它的那个什么螃蟹脚螃蟹灯。我会给你老板打吗？你是讲了螃蟹灯所以我个人觉得它的硬伤就是两个，然后基本上其实讲的整个乘坐体验我是蛮满意的，加上这个空间的表现185目测80公斤有吧 OK 的人太看得起我了坐在后尾还可以这么的舒服又可以翘脚 like a boss， 真的我突然觉得我小鸟依人在后座第一次感觉我很小只，真的我觉得这是 Accord 上面会带给人最大的这个感受。好了，这个就是今天关于这辆 Honda Accord 的试驾体验啊，对于 Honda 车有兴趣的一样啊，来找 Elin， 然后来找这个 Jerry， 也可以找黑哥、也可以找黑哥啊。黑哥是因为太多顾客了，是今天没有出去，生意太好 OK 都一样啊，他们就是在这个古来翁路 Honda Showroom，然后他们的联系方式我都会放在下面的那个资讯栏啊。好了，今天的这个简简单单的这个简短的不专业的试驾的影片就到这里了，觉得我视频不错的话呢，记得我按赞分享，当然啦别忘了订阅频道还有开启的小铃铛。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拜拜dia ialah Elin， skill memandu kereta dia copy license Haiya! Sehingga dia tukar Honda Accord. Huh?